你看，啊，你看这是，纯二善的，应该像普通那个的都不好使。二郎山酒红，嗯，四棱啊，对，四棱。四棱玛瑙，手串儿，中间这个啊，中间就普通那个是，隔珠，对。这也就几十年呗，薄窝的，比那早，比那都早。找到什么时候？这应该我有点大龄，还有个青，还有个差不多长是吧？够青啊！反正还就料不错这玩意儿。料不错。这小串是发晶的手串，对。我记着哪个粉丝跟我要来的，我都忘了。然后这个是酒红的玛瑙的阿拉善的玛瑙的珠子，这两个串拿来。行，那我就收起来了，嗯，收下吧。我完事儿给你转微信。不是，你这别还一说，排的啊？这可不是你遇到全国收藏烟嘴最多的一个老板了，韩老板。这烟嘴洋洋大观，一床成百上千，全是烟嘴老烟嘴，哎呀，太震撼了，这场面的。大大小小的，形形色色。你看，有玉的，有玛瑙的嘴子的，有铜的、黄铜的、白铜的、三色铜的，老了的，什么杆儿都有，黄花梨的、紫檀的、乌木的，的，这设备，自备。你这个装备挺好啊。人家大型烟嘴好，是。和田大顶座是吧？这是啊，哎呦。这一看就看出来了哦，好东西，你看，这不好人也带出人笑呢，对不？这沉。这大眼泡，这老太太一瞅，吧嗒吧嗒的，这怎么这烟嘴上面怎么还带个尖儿呢？既当烟嘴又当兵器呀，这是。这算。还是不用你办吗？哎呀，这个呢，既能抽，抽烟又能防身，看快手看，对不？防身，正经玩意儿，对呀，这烟嘴没有你懂行的了，这，不错，多好啊。这也是老锅子，这黑心骨这都带工的，床上一排，上面都带刻板带签名，是是是是，不是普通的。